一个人会因为感动而永远难忘。曾经我们在马路上相遇，看着同一个监视器，追喊着讨厌的歹徒，相遇在同一间便利商店，享受着午后的河景。两号，两号，目前在关渡码头处理女子跳楼事件。而今，我搬走了，我该去哪里找寻你的身影呢？